中华民国112年7月31号，我们刚才听的新宠儿是阿布斯唱的 Muskun Kada， 正确。那你的 chat 没有叫出来，再念一次正确发音。翻啊，不是 Muskun Kada， 我很怕念错，你知道吗？这个名字没有，你没念错，这是原名语，对不对啊？对。好，我们今天那个在介绍这首歌，因为我想很多人刚听了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语言，对不对哦？其实它有这个作者跟主唱阿布斯，嗯，是天才少女吗？他才22岁，对啊，这首歌不天才吗？而且他唱的歌我刚才听说，因为我不太懂，因为我也想说我英文变这么烂，没有一句歌词听得懂，你知道？速度也很快，速度很快。然后他的曲风其实很潮。不是我们传统中认识的那一种，就它其实是非常西洋风，就是这首歌是没有在我们脑中不会搭配任何原名舞蹈的。那因为这对这首歌有一些充分了解的人，是我们一定要给很多人有发声的机会，尤其是他本科是学这个的，然后他今天第一次来，对不对？请坐 ，sit down please， 莫斯昆卡达，那个我们不是要访问阿布斯。我们今天呢，那大家也知道，我们人iPhone已经很久没有实习生了，新鲜的血肉了，新鲜的肝，真的，新鲜的声音，嗯，对不对？没错，自从甜甜、糖糖，甜甜是老师，对，我想说甜甜老师，自从糖糖他已经变成了那个我说到哪里的？他算气质吗？糖糖是他现在已经是一大气质了，所以我们是气质 maker。对不对啊？是的，是的，我们是气质 maker。那我们现在呢？今天呢，也就是我们的七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迎来了我们很久违的实习生，新鲜的声音，新鲜的美少女怡芬。嗨，大家！因为前几应该是说上个月，我常常看到他，我一直在想说，他是新来的控音还是什么？然后他是在建恒哥的节目，对不对？对，娱乐一世代。对，然后也被访问过了。对，就出现一下下。然后据我刚，因为我刚刚念 Muskun Kada 的时候，我们这位辅大新闻系，对不对？对，新闻系的美少女，她说她知道。来 ，Muskun， 来，没有那么实习，我们就一定真的要让你有，你知道吗？身历其境的感觉，不是说就是躲在帆帆的背后这样鬼鬼祟祟。建恒哥都说我是背后灵。我刚才就是一直看着你在背后慢慢觉得有点毛的感觉。那你在背后干嘛呢？过来坐到左边来。好，我们这个怡芬，你说这位我们这个主唱阿布斯麻烦您以你所学所见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位很年轻的会作词又作曲的原住民歌手，对，他前阵子在电台也播了很多次他的新最比较新的歌，叫阿扎阿扎。然后最近他今天又有一个新歌是Muskun Kada， 很厉害，他没有看稿哦。哦，哈吉詹，奥吉詹 ，Muskun Kada，OK， 这个，因为这个，我们要是发音不对，怕念错，对不 对？所以刚刚怡芬就说。啊，这个我知道，对，有在另一个节目偷偷见识过了，对对对，好，希望那个我下次可以看到他，好，跟你一样年轻哎，哇，看你身上有很多传奇的故事，但是因为还有你要实习到什么时候？我到8月31日。哦，那我们慢慢来好了，我们今天报完以后没有内容的时候怎么办呢？不会，我们一整个月慢慢把它榨出汁来。我们就这一个月让他对这一行彻底死心，不是彻底燃起生命之火。没错，对啊，放弃新闻吧，来节目吧。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其实你的志愿是要当记者，还是新闻从业人员，还是新闻制造者？倒不是。那你考到这个学校的选系的动机？当初是希望可以透过大众的传播媒介发挥自己的一些影响力，去带给大家好的内容。面试等级，例如好的影响力，他要流汗了。那我要是面试官，我一定会说例如啊，例如说，举个例子，例如说可能报道一些，像我之前有跑过社会福利线的新闻，
对，在学校的实习媒体。哦，对，就可以让大家分享，对，让大家知道有一些好的资讯，社会福利的资讯，可以帮助一些弱势或是偏乡的人群们这样子。哎，真的耶。嗯，就是很多人政府有这些福利他不晓得欸。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怡芬觉得可以为社会做的事情江太没有做到呢？对，为什么那么惊讶呢？我跟你讲，我听过一个故事。身为手持麦克风的人。首席不是首席。嘴持是麦克风。我一定要讲，因为曾经啊齁，我们听过一个故事哦，那个这个是真真切切的，在我这次修水，我先续上一次的 Dark Life 的尾巴，因为有很多人想知道说我的漏水传奇抓漏大师后续如何了。是佛系抓漏。对对对，我要抓漏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知道齁，能力范围潜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嗯，所有的不能，所有的问题是连钱都没有办法解决，那个才叫做个问题，你知道吗？好，那我记我前次就是说谦卑，谦卑再谦卑的抓漏，求人家让我去以后，你知道吗？你求人家的时候不可以让人家自尊受伤。嗯，比方说他其实你知道他其实在一点是钱，你反而不可以一开始就说哦这些费用我通通会出，这可能会伤害他的自尊。我是非常婉转的形容了很多复杂的工程跟结构以后，我最后说那不好意思哦，这个费用可能我出可以吗？可以吗？天哪、啊、OK 出钱了还要姿态还要摆低耶，你瞧不起人啊，你以为你有钱就很强吗？如果是我就偏不让你修、哦、对，所以你要说我愿意负担这个可以吗，他就会回答嗯嗯，不知道什么意思。哦、那我觉得，如果会回答，对、嗯，他本身尊严是有点高的。是他就是回答说，嗯嗯嗯嗯，是那个贴图有两个啦，嗯嗯的那个，嗯嗯，对，嗯一个比较老，嗯嗯，就表示他年轻。好在好了，好，经过了一周，而且我一修完，第二天就是暴雨嘛。哎，对，怎么样？台风过后，我的妈哟，为什么要这样考验我的工程呢？而且你知道，何时不下？台东这次花东是暴雨区，都是每天连下了。应该是我听到有个访问，他就说不下就算了，一年都不下，一下就下两年，就是那种雨量、嗯、用倒的。我说我那你这样子就是要这样考验我的师傅吗？我们真的才修好两天，他就直接用灌的耶。怎么样？你们的信任结构有崩毁？现在我就跟他说，我说啊，不好意思哦，因为你在我没有办法嘛哈，你可不可以我看一下哈？就已经现在已经雨停了哈，师傅你可以帮我去看一下你这次的修的那个正畸呀哈如何？他就拍了一段，他说。水排掉了，我帮你换回来。哒哒哒哒，恭喜！没有，他现在说水，可是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其实水排掉的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你的浅层还在不在，就是因为你泄水的没有那么低洼，所以 maybe 它水平线。你知道东南亚有些地方的排水的浴室，它很天才哦，它的水洞跟那个。出排水的那个水平是一样高的，平行，对对对、哦，他没有做一个斜缓坡，他们从来没有这种大量排水的。以前啦、啊，现在当然都进步了。我真的曾经住过四星级的，它的排水是平的。我一直怀疑说，为什么我们的你要用脚踢啊？不是排水孔啊！我告诉你，我很生气的是，我还去抓一抓，说是不是有头发堵住了？你知道、嗯、没有没有，它就是泄水很慢。哎、欸，不对，怡芬你还没讲完哈。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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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很混乱的。我们之后专门做一集探讨。对对对对对，福利要帮我们想，你上次报道的福利。好，就是说反正那个泄水还是有一点问题，就是你虽然是凿洞引水，对不对？引水出洞，但是你的水平还是要低一点。对，所以我现在还要在观察中。对，但是已经经过了杜苏芮的，我一定要记得，我这个工程就叫做杜苏芮。杜苏芮工程。杜苏芮工程。所以下次还要经过一个卡努工程。卡努不确定。会不会真的会、嗯、会不会来大豪雨，会不会带来豪雨？但是杜苏芮真的很豪、嗯、真的很豪很豪，那可以啦，那可以。好，今天的看我们的这个，那怡芬说要带来什么福利资讯，对不对？我们以后要因为还有一个月嘛，对不对？每日一福利，每日你也跟人家先培养一下感情吧。啊、对，我没有没有没有，你还是他先不要他讲嘛，我怕他明天就是我想调到早上的节目。你就是今天让他讲太多，他明天就会掉到早上节目。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这样子，这样子好了。我们那个，我们叫做慢慢来，对不对？我们存粮，我们对对对对，毕竟战争离我们还蛮远的，我们存粮慢慢讲，是慢慢挤，好不好啊、嗯？不要让他一夜就
下了，对，好，好，你有白头发吗？没有，没有，没有，目前没有，太超过了吧？人家很年轻哎，不是，他妈妈更年轻，是这个就是他精彩的部分，我们就留着精彩的人生哎，伏笔。天哪，我们往后三个礼拜的 Doctor Life 都不用主题了，心真的是痒痒啊！真的，这我们真的迫不及待的，好想分享给所有分友，就是我们。本届的奇葩已经变分友了，已经加他的名字了。一分的朋友，一分呢，一峰，他真是他的故事实在是够我们做三集的了。可以，对啊，不行哎，大家敬请期待。糟糕了，我们这样子讲的话，人家会人肉搜索他的家族，不行。我们先把他名字忘记。那我们改就是不是一分的妈妈，是一分的亲戚。现在这样改来得及吗？我朋友的妈妈，朋友的妈妈，表姨，表姨，好了 ，OK， 好。那我该为什么问白发？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号称说，我其实以前很自傲说我没有白头发，但是呢，毕竟有一点年龄了，然后就会看到有几根，你知道吗？我以前已经很对看不太出来啊。不是，我就常常想说，如果说我们需要在，因为像我妹就是比我白嘛，但她因为她没有听我的节目没有关系，我可以大量讲她使用雅乌乐的心得，因为我有一个。那个在盛年就会白发的妹妹，然后那天她太用脑了，你知道吗？我就跟她说，谁叫你要这么用你的脑子呢？对，然后就还落井下石。对，然后她就一直想要找一款，就是她可以不要，因为她第一她很忙，要有效率，然后第三她很省，所以她就觉得说不能够常去给那个沙龙去做，因为大部分那种，尤其是你又年轻又白发的话，其实她长得非常快。啊，对，对，很活跃嘛。对对对对对，就好像说，你越不想剪指甲长得越快，真的很深，就很快就要去做美甲了。是，干嘛指我呢？我只是，我马上指着这个游泳池里面最漂亮的妈妈，睡在太妹妹的部分。对，结果呢，他就所以他的我妹就要决定要找一款。就后来他就听到我们电台在做雅乌乐，所以他就用了，你知道吗？哎呀，太好了！我跟你讲，他真的打电话给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还要特卖？因为他是要喜欢那种便宜的时候买，让他觉得 CP 值很高的。当然，所以我前几天就跟他说，快点有了，赶快，赶快，因为他不喜欢不天然的东西，就是说化学性很高的。然后呢，而且他也觉得说，可不要那么勤快的就要上美容院，这样很麻烦，所以他就决定自己做。然后他就配海藻洗，因为这是一套嘛，海藻洗发精跟光彩护乳法，我跟你讲，真的，一用成主顾，真的用过的人都会知道。那我们没有办法讲，对不对？因为凡是金色的，下次真的是要邀请张太妹妹发照片过来，before after， 我们很需要这些。对对对对，就是见证。对，见证奇迹的一刻。不过这个产品是本来就已经在日本很受欢迎了，对，所以那当然我有时候我部分从日的心态就必须要拿出来了，是，就是在保养品跟美发品方面我还是比较从日的，那这个血缘就是日系的，好，这个跟我们的民族情节无关，事实求是，好就是好，没话说，好，所以说这个身体骗不了别人啦，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所有啊，从你身体长出来的东西，你都要很爱护。这句话好深奥，好像就是说小 baby 呀、啊，要不要特别爱护？的确也是长出来的，是的，是的。对呀、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欸，哎 ，OK，、这句话不敢损伤，孝之始也 ，OK。好，来，这句话应该没有人会讲了，有一定年龄的。第二句通常没有人讲得出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还可以，对，不敢损伤孝之始也 ，OK。好，因为我怕我念错，还是念快一点好了。好，好，雅乌乐呢？这个02250055563，大家可以打一下哈、哦，大家一定要讲。因为有人不知道嘛，它是什么东西嘛。之前如果有听广播然后用过的朋友们，我觉得那些这一次是回购的好机会。基本上用过的都没有我们家族的来的强震的见证，因为我妹是非常机车的人。第一，她讨厌化学味道，就是染过了，她还好她不会听，她此刻正忙着在染吧。然后呢，第二，她要自己 DIY， 那就算有些 DIY 的东西品质也是不一的。就是有很多你觉得说啊 ，DIY 就是好，不见得哦。有时候 DIY 伤害更大，而且 你要选对。使用频率如果要高的话，你的头皮不能负担那么大，因为你长一节白发就会很明显啊，就明显如我现在的黑发。
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发现白的，然后我就用剪刀剪，哇，怎么不拔？我跟你讲，你真的很怕痛，你知道吗？这就是说哈，你越想除掉的东西，它长得越快，诸如杂草。是，对，我过几天要去除草了哈。上次除草痒得要命，这次我就全身防护。好，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只有到8月2号，哇，只剩下两天了。嗯，只剩两天，还好你今天有听到我妹的见证，对，就是。他就是说洗发精也要哦，他也跟我讲哦，洗发精跟光彩护乳法二合一，缺一不可。好，这效果加倍，而且你算一算是非常划算的，尤其这次有优惠，一年也只有那么一次而已，都是对头发不会有很大负担的，因为洗发精也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一定要记得，好吗？不敢毁伤，不敢乱染，笑之死。所以要用雅乌乐光彩护乳法跟海藻洗发精。麻烦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对这个如何显色跟使用方式有不知道的方法，可以大家可以打25005563，直到后天倒数48小时的，麻烦各位把握你们的审核包，又可以让你美丽，好。一分那个，对对对，但我们也他我们又给他福利啊，嗯，对，什么部分？就是说他如果有他，因为他发色很乌黑，对啊，他现在是这。如果你的外婆、奶奶，对，我外婆常常要去染黑发，可以推荐他一下。哎呦，已经到外婆妈妈的部分还是非常真的。妈妈因为太年轻，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讲到，但外婆就你要推荐。外婆可爱的外婆，对啊，阿嬷很重要欸，谁煮饭给我们吃都是阿嬷欸。好，待会回来02205563，大家可以打这个或是上好物市集。好，我们精彩的预告，这已经是延后了多久？整整快一个月，快一个月，是我的错。不会，这被因为那个时候本来那个周末刚刚好就是我们的番二代他的那个试水温，对不对？对，他试水温，我们就说啊，那一定要赶快把他实况播出，然后要赶快讲他分享他游泳心得。殊不知就，殊不知他已经游完了一个月，他现在已经会潜水了。然后这一个月我已经确定他不会再游第二次了。对，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怎么那么多好玩意儿啊？就是小朋友。游泳这怎么回事？我其实都追得比较慢，因为很多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其实好像刚出月子中心那种很小脖子还超软的那种，就已经放他去游了，好像就说要让小朋友多接触水，就是因为毕竟他们在羊水里面长大，哦，不要忘记那个水性。对，结果我们去的时候，然后那个店员是说现在是一回事，然后等到他好像开始会走以后，又重新来过。哦，他会突然就又开始怕水，开始怕水。哦，人的恐惧点跟熟悉点，他会交替的耶。对，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啊，我现在已经开始一直让他碰水了，對對對，然后他永远就可以不会怕水这样。除非他是小白鲸，嗯，那可能就是投胎的部分。那带他去游泳这件事情，因为我一开始是先看到家里附近有一个那个叫婴幼儿泳池，有这种广告还是网站？这个如果要查是有的，就是你就打这个幼儿游泳，它隐藏在都市哪里啊？感觉泳池要有个乐园，你知道吗？星光三月 A8 还 A6 也有欸，就其实很多不同的品牌。那他们在哪里呢？在那个户外吗？没有，他们都是室内，而且他们会包含就是先帮你的那个婴儿按摩啊，按摩完以后然后再下水游泳，游完以后他还提供你平台把他衣服换好什么的，都是帮他暖身就对了。对，尊爵不凡的。哇，那应该比我们做 SPA 贵吧？差不多。对啊，差不多。哇，从小就过着贵妇的生活。要一个小朋友，对不对？因为我那你进去要不要钱？我去他一个小朋友就是包含两个陪同的人哦，对，通常是父母嘛，嗯嗯嗯，对。然后观赏票，你们是观赏票，对。如果热情的阿公阿嬷要去的话，就要再加钱，算人头的。我第一次知道拉拉队要收钱，对。为什么你们会消耗什么东西？就是陪伴的长辈们，我们会消耗空间，因为他一个小孩子是一尺，就我之后挑选的这个是一个小孩子一尺的，是因为我看过那个整池，对，整池游泳池的，他是妈妈也要下水，爸爸或妈妈要穿泳衣下水，要陪小朋友在水底下，然后也会有教练在旁边。嗯，那妈妈不想下水，对啊，不行，你下次一定要让我们看到下一个，就是妈妈要下水的，因为下水，我觉得。
他也要帮你按摩吗？对，希望你可以帮我按摩。就我还要顾他的话，然后我自己起来又要再梳洗，我会觉得有点麻烦。我会希望我全身。我总得把泳衣洗一洗。对对对，没有没有，那我教你，现在你不要再顾虑了，因为你不会进头发嘛，因为那池子这么浅，对不对？你不会戴泳帽、啊。对对，所以你头就解决了，然后妆你也不防晒而已，你那个只要换泳裤就好了，泳衣泳裤就好了。泳衣泳裤很简单的，要冲啊，不用冲了，回家冲了，我赶紧给你塑胶袋。好，我下次考虑看看。对，因为那个婴儿游泳池，它好像互动社交，也是次氯酸水，就是它整池都不是那个叫什么？氯加氯的水，对，不是氯，次氯酸，对不对？哦，那个是比较不伤手的，不伤肌肤的，就是给宝宝在那个比较温和的池子里面游泳的。哇，所以比较贵，因为它整池要放那么多嘛。要，我想看他怎么踢别人。刚好，因为他好像一个时段只能会有两组人。哦，就两个。对，因为不然教练你会来不及顾啊，然后有些很小、啊、怎么来不及，就这么小，左眼飘右眼而已。其实等于就跟飘飘盒差不多，对、啊，应该是蛮容易掌握的。就是嘛，教练别再糊弄人了。那、啊、你人少的话，很多父母是要去拍照的啊，那你拍照背景才不会有人嘛。嗯，对，好，这也是一个考量。我们今天这个独享池它是怎么样？两个好像鱼缸，你有没有觉得？它没错，它就是鱼，它真的是鱼缸吗？它不是鱼缸啊，它就类似。它特别设计一个很大池子，然后都是透明的，然后只有边边有就是塑胶安全那种架子。对对，让它可以放进去以后，然后就可以放很多玩具。嗯，因为他们其实课程设计的不错，它会有它的步骤。然后因为其实虽然看照片很开心，但我女儿一开始是哭爆欸，啊，她是大哭特哭，然后崩溃。她不想下水，还是说没有这个习，没有这个经验？他有一点怕生，他现在有一点点怕生了。那么多人。对，然后又要帮他按摩。所以之后他们其实蛮了解的，所以他在帮他按摩的时候会一直闪避他的眼神。哇，因为他就是现在盯着一个人看很久，然后他发现你是陌生的以后，他就会开始哭。哎、可是如果你一直闪躲的话，他就来不及。啊，他来不及跟踪。他来不及确认。他来不及。Face ID 对，还没解锁。然后总之他就是，我觉得那个闪躲你应该他就会这样躲起来，然后说你不要看我啦，你不要看我啦，这样我那、欸、好，你不要怕，这样这种有点像跳土风。然后按摩完他之后下水的时候，他们就会给他非常非常多玩具，然后有小水枪啊什么的，让他注意力，对，让他可以就是去追视，追他的视线。然后就有设计，其实那些玩具蛮好玩的，把水倒到池子里，然后它会这样突突突突突这样会动，就大人也会觉得蛮有趣的玩具，哦、但是家里不会想买的那种，因为它占浴缸占了很大的地方，而且都市里面大家没有浴缸。说到浴缸，我原本一开始是想要它在浴缸里面学游泳的，是因为浴缸也是洗澡水 啊什么的，也就很安全。对，还好我没有这样子做。为什么？因为我原本想说租个饭店，然后就把它放在浴缸里面，然后我们就陪他玩。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用穿泳衣了？对啊，浴缸很棒。对，因为是私人空间。对啊。后来呢？后来我们这次带他去游泳后，才发现其实 mega 很多哦。就你我那时候是买脖圈，嗯，就是你们看过很小的 baby， 他是有一个脖子的游泳圈。哦，小小的，对，所以他就是手就脖子以下在那边抖动，对对，但是扶得起来吗？扶得起来啊、哦！结果因为我买的时间跟他去游的时间大概差了一个多礼拜，紧了，我就问他说，那我自己脖圈可不可以带去？因为他建议他使用坐圈，坐圈就是他是那个游泳圈底下有一个坐垫，所以他脚是插在里面，然后是安全，他不会翻倒的。哦，坐的，我知道，脚叉式的，對對對，好像一个椅子。哎，对，有点像是一个椅子，软的椅子。那很长哎、欸，比较长，因为他身体要盖过到他的这个胸嘛。对，他会有一个长度的重量，對對對，有個把它包住。对，身就有点像是会漂浮的大尿布那样子，裤型的。可以这样说，有裤子，他要穿一个裤子，对不对？然后有蕾丝编织，那个蕾丝是我穿给你们看好了。OK， 你可不可以不要？我知道那个就是小孩子的，对不对？对，结果店员一讲，我们才知道说、哦，其实他现在已经不能用脖圈，因为他会吃手了，七个月会想要吃手，哦、所以你如果用脖圈，他吃不到手，他会生气。啊，原来是这个意思。他一边游一边，水很深啊，这一集啊，真的水很深，水很深，水很深。对，然后就好，我们刚才前序就翻了带，就选了一个坐式泳圈，
这是这个不反而不是安全感，而是让他感觉就他可以动到他的手啊。是，这是老师帮他选的，然后老师说玩得开心比较重要。嗯，对。他的水温你觉得大概多少度？大概二十七，温温的，28吗？不会感冒的那种温度吗？不会。可是那他们里面冷气其实开蛮强的。对啊，所以会我就想说他又是湿湿的，如果水温太烫，他不能洗嘛，对不对？对，太冷会不会？它算是温水，就是比冷的稍热，当然比洗澡水冷一点，因为毕竟它要油嘛。然后过一阵子它就会凉，可是因为它后面还会再帮它洗一次澡，嗯，所以没有关系，它旁边水是有热水。那个池子不会一直加热，不会，那池子的水就不动了，就不很就不动，就那一缸的温度，所以差不多快要冷的时候它就要出来了。对，其实总共玩的时间也就差不多30分钟以内，然后很久了呢，因为我们。就帆二代一开始在哭嘛，嗯，所以老师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足足玩了30分钟，从他不哭开始，不然原本是30分钟就要离场。哦，我知道，从第一个不哭开始算30分钟。一般来说是进去时间是30分钟，就是30分钟，但是他可能觉得就是得来不易，因为他之后有说，其实从哭的情绪要出来到最后可以玩的不多，通常都是要嘛就是不哭，要嘛就是从头哭到尾。那如果从头哭到尾的人，他会不会算钱？哎，算啊，因为他还是预约这个时段，管你有没有下水。你让小孩子去读书，小孩子就算不喜欢读，你还是得付学费啊。没有，我就下去游了。我去读了，我来读。我想说，既然我付了，我来泡脚好了。对，我也要来。对，那缸水一定要用到，一定要用到，对，不能浪费，好不好？这干脆骨头上好了。不是，那就准备你邻居的娃也带去。那个不来来，我们有那个隔壁板凳选手，板凳选手上场了，牛棚进来练，所以他算是没有浪费钱的耶。我们也蛮意外，因为他前面哭得非常大声。那为什么我都没有录呢？是因为我也很慌，所以我没有时间在那边就嘿嘿嘿，你还在哭啊？这样哭咯哭咯，有的妈妈就会说为什么哭呢？还一边拍。对，因为别池的都很平静，所以他们都在看我们为什么在哭，而且我们会影响到他们影片的声音啊。没有，就影片的背景变成有一个是在哭，背景音这样很精彩耶，就很太吵。拜托拜托，现在最甜美的声音就是嗯啊哇哇的哭声耶。哇，他现在的哭是啊啊那样子哭吗？如果他心情特不好的话，他是呀这种。哇，我有收敛，每周类似美洲狮，对，蛮像的，不是波斯猫。对，但他平常是 kick 这样，那很不开心的时候是呀这样。哇，很烦，所以这个不能消掉，这一定要录下来。对，那个隔壁的小孩子会不会被他影响？就会觉得是，不会，跟猫猫狗狗不一样，不会说一哭大家一起哭。哦、对对对，集体叫，隔壁就没他事儿，这样你就会觉得他就是很悠闲的、很快乐的跟他的父母在共享。然后我们在那边，因为他碰水的时候他还是在哭，但是他已经裸体了嘛，因为他要进那个泳圈。他会不会穿那个防水尿布？有要穿防水尿布，要穿尿布，对不对？对，防水尿布。嗯、然后我们就。那个老师就叫我们赶快把他抱起来安抚他，所以我们赶快用浴巾先抱起来，然后安抚他。然后老师就说没关系，他先离开，他远远的看着我们，这样有什么需要？哦，那第二次就是你把他放到那个泳圈里了，等他不哭以后，因为他不爱吃。那老师有叫我们准备零食，就是那种米果跟奶奶，对，就要给他。然后结果他吃完以后还是一样很失控。就是没有办法安抚他的情绪，他在哭的时候，他那个米果会直接吐出来，他没有在吃的。那池子就变成一个霉了，我要赶快捡起来啊，因为真的会溶解，赶快捞起来。变成一个广东粥了。对，所以他就不是贪吃鬼，所以没办法，因为爱吃的就很好应付。对，那给他塞一个嘴嘴什么的，奶嘴。奶嘴也没有用，他那时候就是。他就是要哭，就生气，他就是尽全力嘶吼。他其实如果要讲的话，他就说：“你们先走开，让我五分钟，让我哭完。對”对我可能要给他一个角落，那时候我应该给他一个角落的。对，就说你们走，我五分钟，我哭一下就没事了。我那天把他哭多久呢？他大概哭五分钟吧，没有太久。好，可是你再把他放到池子里，他可能还是会害怕，又哭了，你要再抱起来了。对，结果我们就再试一次，因为想说啊，他已经情绪比较平静，那我们就把他放到池子里，结果他就。
他就没有哭了，没有哭以后，我们就当然赶快也不是说才艺于情，就是我们就用尽全力把他所有玩具都，欸欸欸，而且我们要假装很开心，哦，也不是假装，我们要先很开心。天哪，所以你的手忙得不停，然后这一定要两个一起，你看这个好好玩哦，这个会动哎，欸，然后这个怎么样哎，欸，这样就是一直分散他的注意力，你要一直解析玩具开箱。对，以玩具开箱，而且因为我们要戴口罩，因为防疫的关系，它是一个室内的环境，他看不到我们在笑的时候，他就比较不容易笑。那你就要戴透明口罩，虽然有点恐怖，是蛮恐怖的。对，但是你下次就可以戴透明口罩。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没去过，我们就不知道他的反应是，搞不好他超爱水啊，对不对？啊，好，但总之之后他就开始玩得很开心，然后店员就敢靠过来了，啊，哦，他就靠过来会帮他头上抓泡泡啊，然后帮他摆一些拍照的，哦，对，那个泡泡不是特效哦。我看其他头发比较多的是有得到帽子，但是我们就有得到泡泡。那个泡泡很可爱耶，很可爱，他就是会帮他抓那个抓造型，对，所以我觉得蛮划算的，就是整个你会是一个蛮好的体验，而且他的脚会蹬，对，店员会帮你录影，哦，嗯啊，对对，因为你会忙着在让他开心跟分心，所以店员会帮你录影，哇，我会帮你拍照。我看他的腿型真的蛮有力的。哇，他踢人可痛的，对啊，他抓人跟踢人非常痛，就是并不细的一只腿，欸，是，可对，可应该是可以跳很高啦，我想等他会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对啊，就是他在水底的那个脚动得很砰砰砰，因为你们没看到影片，对，所以到时候翻你再把影片 po 到那个留言那边，还要再给大家看一下影片，要一定要啊，因为毕竟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一定要把这一段肉把这一段水很深，然后给它发挥到最高境界。好，我等一下发。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他腿，所以我说他的腿并不细，还是水中折射的关系。他腿好像算壮欸，可是长大希望他会我不知道变修长吗？啊，说到这个腿，我们也要恭喜我们的，你有没有发觉这是成都市大运，嗯，蛮热的，播报的很多，嗯，然后我还发觉太极剑的银第一天嘛，太极剑的银牌是叫孙家红，对不对？太极剑，太极剑银牌，结果昨天他又拿了太极拳的金牌，太极大师哎，欸，对，重点他是在成都拿到这样子的冠军跟银牌哎，欸，还有他长得非常帅，这才是重点，这才是重点。小女娲那个虫字边的娲。女娲来了，就是我们的影片来了，孔武有力的腿。其实他，你说他在水中玩了大概30分钟，扣掉哭的那个暖身运动，对不对？他开心的玩了30分钟，欸，他晚上应该可以叫到天亮。哦，因为他的那个够力，够力。预告照的下一张就是他一离开那里，直接睡歪、睡挂，真的怎么样都应该 都没有办法叫醒。给他一个是做事的安全，那个头也够脆。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怕他，我就买了一个护颈，让他睡得好一些。真的，那个头对不对？看起来真的有一点，那個，你知道那个叫做落枕。对他，我真的很怕他落枕，所以那一天我是全程扶着他的头。回家的时候我整个人扶着他的头，所以回来的时候我腰很痛。你总是要买护腰跟护颈。对，就我也好累，哦。对，但是你知道那个让他这样子练以后，他晚上真的是很，你有没有觉得要每个礼拜带他去玩一次这个水很深？我那时候有想啊，想说之后，因为等他越来越大，我们可以去户外的啊，就可以去海水，他就真的不会怕水。对，就到时候再试试看。没有，到时候你已经一个月没带去了，你这样不负责。啊，因为接下来又要那个门开了，所以你知道不太适合碰水，哦，是啊，还要找借口。可是那个是鱼缸啊，那不是一个鱼缸吗？就是有在想等他下一个阶段再带他去，他就忘记了，要再哭一次。他可能可以是课程啦，因为他也有卖课程。不过我跟你讲，我看他喜欢那个水的样子，他看影片就知道，他应该不会，他应该记忆点还是会很强，而且会听到那个啦啦队的加油声超大的。我们那时候其实蛮放心，是以为他会蛮喜欢，是因为他现在在洗澡的时候，他都会一直踢水。对，所以你说他应该是喜欢游泳的，所以我才跟你讲，每个家里一定要有一个浴缸，这我坚持。我们是有买浴盆，就是对，让他可以不管怎么讲，就是要给我个泡的就对了。对啦，就是要水让他水过膝盖，是让他这，你知道每天给他踢个30分钟，你真的晚上不用起来泡奶，确定。他也叫到天亮，我也是这么想欸，因为现在最近他又睡觉又一直就是半夜的，嗯，所以我们现在换一个方式，我们就走陆军了啊，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本来是海军，
本来是海军，所以就想说带他出门。哇，这么热、哦！我跟你讲，这个更可爱的，他已经头发长长了一点，现在已经八个多月了吧？对，现在八个多月。好，那硬给他加一个发夹，来讲一下。对，真的是不需要，因为他。因为我们太晚剃头发了，所以导致以他现在的大小，应该是女生的话头发都会都蛮留长了，所以大家都会以为他是男孩子。他是他那个水中娇娃的感觉，也是个汉子，是就是海陆，一定肯定是个海陆两栖征收了。来，两栖征收，你这样你给他到海那个路上，这几天那么热，妈妈们如何散步？一定要讲散步之旅。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就直接推他到附近的百货公司。那因为百货公司都有冷气，有没有？你就会比较放心，而且随时要换尿布啊什么的，百货公司设备也很齐全。对，哺乳室那个很大间，所以我们初体验，因为他的父母也就是我跟我先生本身比较宅一点，所以我们对于出门也是略显恐惧。所以我们要克服我们心中的恐惧，带他出门。你们两个，我觉得他先推你们两个好了。那可能等老的时候，他可以推我们两个。他就父母懒啊，所以说还有一点太热。你知道他每一个，包括他的护颈跟那个安全座椅什么，对不对？对。还有，我都好想帮小孩子出一套就是凉感的，从这个腰，从这个椅子到护颈到他的那个屁股坐的，就是乳胶是凉感的才对。有全套都要高铁配备，有这个东西，但是比较难，因为推车它后面的材质就是，就算做的再透气，它还是会热。我觉得他们是懒，不是难，所以我们就是用电风扇给它，就是给它降温，就是对。哇，你看路上的推车几乎都有电风扇啊，宠物推车也有。我看到好多，还有那个伞的造型也超多的，现在就是遮阳的。对，不然真的会烤焦。对，比较那个不讲究美观的阿公阿嬷会这样子用各种方式固定一把大伞，你知道吗？你说就像自己单手骑脚踏车这样。我觉得他们不要再绑了，真的太好笑，而且感觉风一吹，那个会刺到娃娃的脸，你知道吗？太危险。最好还是说他伞。娃娃车上本来就有一个可以制定那种就是有伞的功能，会通常会有一个遮阳棚啦。对，可是那个棚子哦，有时候真的是盖下来非常热。对对对，会所以我不赞成棚，我赞成是伞，就遮太阳就好了。对，不是要遮，因为那个棚遮下来，它的空间其实是闭住的，是很热的。但是你的是包覆式的，对，通常。应该说遛娃有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晒娃，早上七点，或是下午大概三四点，比较适合，就是太阳没有那么烈。然后十点以前嘛，对对对，然后蚊子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比较适合。还要防蚊哦，对，你看我旁边挂了一个白色，那是防蚊片。哦，对对对，哦，这个很棒，这个是没有味道的那一种，对不对？它无毒的。对，它是无毒的，然后移动式的，在开放空间。对对，然后那个前面那个是电扇，国际级的电扇。对，它就是一个水风扇。我真的推荐，不管养宠物或者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都有买这种八爪电扇。它就是有脚，然后你可以去凹，它可以固定在各个柱子上，或者是你可以让它站着，你也可以让它就是软钢。对，它就是软钢，没错。软钢，对，那个很方便，我觉得很方便。就是跟现在有些内衣也是软钢式的。现在内衣应该已经讲究无钢了，这种天气真的穿钢圈没办法呢。各位女性，讲对了，那不是软钢，它叫无钢。对，那已经是无钢。所以我就看到你那个是可以变形的，对不对？它适合各种角度都可以固定。对对对，任意抓，那个真的很好用。哇，这个手抓扇太棒了。对，这个很方便。那它吹有凉吗？背后还是会湿吧？哦，因为。他比较容易流汗，所以抱起来的时候，他背后还是湿湿的。不过他整体情绪上是稳定的。那在他喜不喜欢出去玩？他更小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会直接睡着，所以一下我们就推回来了。因为我们原本是要让他去看看世界的，没想到他就直接睡世界。而且没有，还有一点，他睡晚上又不睡。对，晚上不睡。对，这回你可得让他好好的给我看看这个花花世界。但他八个月以后就真的很认真在看。但他眼神不是很友善，因为他就是都会就有点在催人的感觉。我想说你不要再催人了。他喜欢宠物吗？他会直勾勾的就一直看着你，但不做任何表情，就也不笑也不哭这样，然后就是这样看着你。没有，科学家看人也是这样子啊，你要不要给他测试一下？其实他会觉得，因为他的宇宙跟你的宇宙是不一样，你要知道他的高度是这样子而已。有可能他已经在很下一个层次，所以他看你们每个人都是杰克与巨人啊。哦，对，他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世界的
为什么我你们的腿上都没有眼睛？因为他看的都是人的腿啊。好可怕哦，这样讲起来是好可怕，腿上没有眼睛。对啊，所以他非常喜欢，而且现在百货公司是不是都有儿童游戏室？对，但他的年纪还不到，因为他现在就是坐得稳，然后稍微会 爬。他现在爬是用就是滑行的，用两只手把自己肚子往前拉这样。哇哇，那是一种健身仪器耶，没错，滚轮耶。他现在肌力是很猛的。哇，他腿已经很强了，现在又有腹肌了。哇，他好，我第一次看过是用这种健身滚轮的爬法耶。下次有机会再带他来节目中。你爬，不是你爬的。打你一拳看看。你爬的爬的也要拍一段啊。爬的那很恐怖，像丧尸。没有，我们怡芬，我们那个辅大首席实习生怡芬讲完以后就他跟那个我们番二代交替嘛，就是说一定要交叉让他们直播。哦，同一集是不是？对对对。那这样子番二代至少还可以喝奶，不会像上次一样被虐，不会像是狂哭。对，就是当番二代不紧张的时候，适应了以后，怡芬先到旁边擦汗，然后怡芬谢谢怡芬干妈适应了以后再换番二代，感觉。